27题，快递公司托运的收费标准如下：M 公斤以下收80块，那超过 M 公斤的部分呢，一公斤再多收 N 元。OK， 所以他今天7公斤花330，那12公斤花580。这里我其实会直接这样讲，因为7公斤变成12公斤是多了5公斤。那多5公斤总共多收了多少啊？250元嘛。所以我就知道1公斤其实是收50元的。OK， 1公斤是收50元的。那今天阿华托运的货物重达29公斤。所以29公斤是我从12来开始跑好了。我知道12跟29是差的17公斤。好 ,12 和29是差的17公斤。所以17乘上50。就会叫做850，还要再收850，所以580再加上850，答案就等于1430元。所以这一题可以很简单的算出来，答案是 A。